吃。我的东西包在哪？我帮你收起来了。你等下要出门吗？那你提示的、啊。那你刚刚撞到吧。那一篇报道吗？啊，有啊，怎么了？三年前的话，天哪，好怀念啊！哦，回想起那时候，某人还特别讨厌我们。现在也很讨厌啊。哦，现在讲这还太早啦。哎，想到我们之前的事情，就好想回到高中的时候。哦，高中的时候还幻想着长大成人，真的长大成人才知道学生时代的好哎。哪有？我觉得现在这样也很好啊。哎，那不然我们早一天回学校看看。学校不是已经早就被拆掉了吗？对啊，那里整块地都被拆掉了吧？啊，对哈，我都忘记这件事情了。走吧，周俊啊，我女友想回学校看看。啊，那里不是拆掉了吗？还在。我怎么都不知道，我爸是那家改建公司的老板。你当然不知道啊。哎，那我们现在回去吧，走吧。这是什么啊？社区代言人。什么东西啊？那个园丁他正是那个特务啦，一定跟他有关系。有可能。话说他的死法很奇怪，据说是有人将他杀害后装作是自杀，但警方又没有证据。如果不是自杀的话，那个凶手厉害。哦，这世界真可怕。哎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万年校牌一。都多久的事了？不会啦，现在还是很厉害啊。老公你还好吗？没有，我只是有点头痛。头痛？难道是怎么了？还好吗？哦，没什么啦。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哦，那你们要不要先去看个医生呢、啊？我先待会再休息好了。哦，好了好了，那路上小心哦。嗯，明天见，拜拜。你要跟我一起走？当然要啊！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你不知道的地方啊！那你跟我去吗？我最喜欢去我不知道的地方了。你干嘛一直跟着我啦？我跟你很熟吗？我喜欢你啊！喜欢一个人总会有理由吧？不然你讲一个。我知道，因为你坐我隔壁。叫你喜欢我，太喜欢坐你隔壁的人了。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都喜欢啊。哦，你很笨哎、欸。走个路也会受伤，脑袋装空气。这边吗？那我走。要骗你的啦。所以你没受伤？没有啊，是啊，你走那么快，我哪跟得上啊？怎么了吗？
上个月进货30件，卖出25件，有5件就这样不见了。哇、哦！所以就是有人偷了这件电影的东西。你讲话讲重点好不好？对，而且这间店这几个月来持续在征小偷，可是负责人完全没有察觉。负责证件人是谁？陈俊伟。怎么是他？所以我很信任他。老板，我跟你说，因为他，我们亏损500万哦。这么夸张？那你还不赶快开除他？整天就只会搞事情。这件事情，我再想想。小偷抓到了。不找了。老板，这件事真的不能等，你知道吗？上次我们部门的小李，在员工餐厅，因为多夹了2根热狗。陈俊文就创了他一个小时，2根热狗，那当然要计较啊！你知道2根多少钱吗？18块，你知道吗？重点才是那个。那18不是重点是什么？18块不是重点吗？重点是陈俊文自己夹3根啊！什么？3根？他夹了3根，全公司都知道你很要求这个，他还敢这样对你？就只有他敢这样不尊敬你，你还不把他开除啊？好啦。这件事情就先到此为止。可是老板，我自己再想一想。那个，我们最近收购的那块土地啊，我打算把它改建成度假村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所以你是要拆掉在那里的所有房子啊？对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支持老板所有决定。那你呢？我觉得不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好？我家在那。不然你来住我家好了，我家还有一间空房，毕竟我是那么善解人意，真羡慕你有那么好同事。闭嘴！不要，你不要。OK， 不然我在公司附近还有间空房，虽然有点小，没被人听到。真的吗？不过租金我照收。是的，我听得到。那老板。这案子谁要负责？这案子哦，我想一下，不然就交给你好了。是老板。好，那关于这个计划还有人有问题吗？所以我有地方住了吗？对。那就没有问题了。好，那陈俊文的事情我自己再想想，我先走了。林凯，一个帅哥。拜托，才不是呢！我为了这个表演准备了3天3夜。看你的表情，一定很满意，跟我一样。如果你没什么事，你就可以离开了。什么叫我没什么事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很忙的，不懂就不要乱说话。那你想说什么啊？我想说啊，投资风险有赚有赔。谢谢你的表演，不过你可以滚了。尊重一点。应该可以吧。
好啦，可以啦。那他们在哪里啊？给我去啊！